莉薇特麗全效抗衡白金霜。是的，这个乳霜它经过了实证，确实它具有多重的保养效果。掌声欢迎莉薇特麗2012年度美丽不变的代言人李佳欣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台湾的朋友，好久不见。那然后我在这里非常衷心的祝福资生堂140周年生日快乐，还有就是在台55周年。董事长李国祥，李董事长，掌声欢迎。心里头应该更加的激动。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又看到李嘉欣小姐站在资生堂的舞台上，而且始终美丽不变，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最美丽的这个代言人。就像资生堂140年来始终不变的为女性的美丽而付出。很重要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。运动方面保持之外，就是我觉得莉薇特麗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品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全效抗衡白金霜，对，我相信也会非常适合台湾的女性。